大那家地如果方分散的话，那个负担会比较重。你说有模组的话吗？其实我光我们这张地图，大家一分散在跑图的话就，就吃蛋吃很重了。嗯，哦，就尽量了。快点走歪。可是这个都原版都已经会这样，原版就会这样子了，那可想而知，加上模组会变怎样？模组当然就是要更好的电脑啦。需要更好的显卡，还是更好的主机 ？CPU 那个开 server 只要主要是吃 CPU 跟机体而已，显卡没有关系。神奇宝贝模组，可是说实在话，你让我还不如直接玩神奇宝贝算了。不要什么都把麦块里面塞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就这么喜欢方块？所以目前有什么其他想法吗？我以为你说的那就是定案了。那个没有，我们现在还是参考而已，没有定案，还没定案。我觉得，因为你说那个就他不会玩到半年或一年那么久啊，但是以起头来说很好啊。什么半年一年？我们就是要玩一整年，我们要规划一整年的活动。一整年，一整年都玩 UHC 或者是什么？没有没有，他是因为他一个月玩一次，所以只玩12次而已。你这样想是不是没有很多了？哎、欸，对啊，对啊，不是我们哦，所以之后没有每个礼拜二。不是没有，所以每个礼拜是不一样的活动。受不了啊！我懂你意思了。你懂了，你终于懂了。哎、一样是 Minecraft Tuesday， 可是今天玩的是不一样的活动。每周都有不同活动。对对。哎呦，你终于开窍了。我刚刚以为你就是说你啊这样子，我觉得这样子更完美。怎么样？想不到你开窍了。我都觉得好刺激哦。Good job。怎么样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我很担心巧克力会继续处于在那个六窍已通的情况下。六窍已通是怎样？巧克力真的懂我们在讲什么吗？一窍不通啊！哦，人有七窍啊，没有吧？我心里想的都还是在想着刚刚的食物啊。是啊、哦，巧克力吗？问题是巧克力，你是不是甜点没有吃就来了？哎，对，哎，被发现了，糖分。等等，开完台还要去吃汤圆。今天冬至啊，有有有，我刚才也有讨论过这个问题。小时候看方块长大的，所以就，所以真的要最后一个就是要盖你盖我猜是不是？那个可以先看看，因为我觉得那跟 building gun 其实很像。因为我想说那个什么，我们可以试试看之后再说，那只能当备案。好，我们还是再想一个好了。所以真的要边界夺旗。边界夺旗太刺激了、啊！边界夺旗可能要四组哎、欸，四组每组三个人，要12个人哎、欸。有啊，那么多组哦、啊。因为这样才可以打出那一届的冠军啊！如果只有两组的话，半小时就结束了、欸。两组你就看那两组的妹子，对不对？两组半小时就结束了、欸。每天砍砍杀杀打打就结束了。所以就是要四组，四组才会有。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、第四名呢？不是我们当时弄的，我们当时之前在弄这个的时候，不是应该有好几组要参赛吗？还是假如我是六个人，然后组队可能会就是随机分，就是算个人积分的。算个人积分哦。那样我个人是比较倾向每一次都随便分，然后四队了。啊，对啊。你说 UHC 吗？不是不是那个。夺旗战，边界夺旗。哎，我夺旗战是这样子。荒车走这块，因为我们不打季军赛啊。如果我们只打冠军赛的话，就只要打三场而已。打三场大概两小时差不多、啊，光加上准备时间。掉下去。嗯，怎么样？有什么想法？加油！那不怎么样。结论是不怎么样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这个是可行的啦。我觉得之后把它先列起来，然后之后再弄。反正这个东西到时候还会再瞧。奇怪，我挖了这么久都没有挖到什么好东西耶。对啊。欸、可是我刚才有遇到神怪虫。我们是在蘑菇岛挖吗？没有，那个铁路的一半。铁路。你会看到一个木柱子。木柱子。对，游下去就会看到废弃矿坑。那我走过头了。你看到木柱子了没有？那个铁路已经过。基座已经完工了。基座有啊，上次我跟你一起努力。对啊，终于结束了。像我坐过头了。坐过头啦。
妖，旁边那个小蜘蛛真的超级吵的，哪边？那我灭了你，何方妖孽？哦，看到，看到，看到，妖孽！明明是要挖铁，我一直在浪费铁。你不做铁干吗？我们现在还差几组啊？我现在这边有一组要19个，一组了，这么快？还蛮快的啊，我还。我这边还没有看到什么东西。加正感谢的斗内。所以其他时间就是日常继续玩嘛。好啦，就先这么决定了啦。日常继续玩就决定是这样子了。就决定是这样子了。对啊，还是要有一点日常在啊。对啊，日常继续玩。好嘞。我发现我挖太低了，低了一格，所以到处遇到岩浆。对。哇，有人怀疑这个我们自己盖的，当然自己盖啦、啊，还在生存底下盖的嘞。那个是用模组弄出来的。啊？乱讲，那边才一个，花这么久的时间，用模组弄出来的。什么东西用模组弄出来的？那个基座铁路。哦、这个模组应该没有吧？叫做人工模组。自动建筑是有啦，自动建筑有这种东西哦，有那种会自动帮你铺铁轨、铺路的那种模组啊，也太方便了吧，真是万能！哎、欸，发现铁轨了，快！我们装的是人工模组，不好意思，不是人工 AI 嘛，智能 AI， 對對對，我们就是超人工的哦，就是天然手打造，就是叫一些实况组来帮你铺，哇，又中哦，每次都被那个小蜘蛛打到，然后就还有中毒好久。哇，因为这样还有小蜘蛛，要带牛奶呢。哦，不是，是还好了，这个就还好。已完成畅行无阻，我现在只能吃腐肉。已经完成。来吧，你这，没中毒。现在这个小蜘蛛应该会被淹死嘛？那我就这边看一下好了。哦，淹死很久。在刚刚那过头了，什么？我又过头了。啊、我的水。所以你看。巧克力就是来走路的，是不是？那个饭后的那个健走，来散步的，累死啦，过头了。我不能把那个一點，可是我觉得可以不用玩边界夺旗，玩盖建筑物让别人猜会比较好。就是 building game 啊 ，building game 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反正不要。我觉得不用边界夺旗 ，building game 其实玩两场就。差不多2小时了。对啊，要盖。如果是那个很强迫症，很想要盖很好的话，其实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是要快很准。对啊，快很准。快很准吗？真的有快很准的感觉吗？你们在大峡谷是不是？那在废弃矿坑。哇，好快的僵尸！啊，被打死了。你进去之后有没有看到那个木头柱子？木头柱子。木头柱子，然后上面插一根火把的木头柱子。哦，我看到了，那个什么，在下面有一个洞。好，沿着洞下来就可以了。在这里。那个水帘洞。哇，水帘洞洞天，我们在这边要特别写这个吗？不用吧。看来里面就会有很多好物。啊、哦，没有，就是好物大概也会被拿走了。因为我们的伺服器太多人，可能会累格，是不是？就是大家如果分的太分散的话，它要读取的区块就会比较多哦。水帘洞，对啊，不晓得 UHC 撑不撑得住。我要测试开台，别闹，没关系，到时候再来测试就好了。我们从头到尾就是听到这个声音，呜、哦，我也下来了。我一直听到那个僵尸雾星。哎，你看到雾星了，那我要跟着雾星走。啊，我是没有来过了。哈哈哈，没关系，至少你闪亮亮的。香，哎呦，有铁轨。回收铁轨，小蝙蝠。他们说要玩安家生存的。安家，可是安家日常。我们安家也不一定能够一集就把它完结了。对啊，我们应该算是。应该算限制好啦，就是我们这一集限制什么，就照着限制的去做一集这样。对啊，我觉得限制比较好玩。像之前那个
蘑菇牛一样，不对、啊，牵那个牵那个其实太血尿了一点，这好血尿，真的超血尿，超血的，完全就不能做事啊！结果搞到最后，你们只有在钓鱼而已，真是小孬孬。那是烽火在钓鱼，什么东西？我的圣诞树你没有做。圣诞树上一集上那一次就说要做圣诞树，做到现在是不是？也、太多怪了吧！哦，毒蜘蛛是毒蜘蛛，毒蜘蛛，拜托我都要死了吗？你要死了？带牛奶啊！这时候就会有观众很不负责任说啊，就带牛奶啊，就喝牛奶，你为什么不喝牛奶？就没有牛奶哦、就牛有多远？我们这里的牛产的是蘑菇汤啊！蘑菇汤啊，只能先用剪刀。我操！你看，又有人来讲出很经典的话了。看秋风挖矿，好无聊。为什么从天而降？盖建筑物好无聊。我想我大概是永远矿工命。就什么样都很无聊，那不然要怎样？你们想怎样吗？我真的不管怎么样，在我都会挖到废弃矿坑跟峡谷。我现在遇到峡谷了。就我刚刚把毒蜘蛛的生怪砖打掉，然后就还有毒蜘蛛过来。为什么？有啦，那个是残，那个是余党、啊。余孽。哎呀，真的吗？你没有清干净哦。好，如果再出现一只，我就要告他。告他有没有用吧？明明看起来都空了，还有余孽躲在哪？我们应该挖到三组多了吧？三组我不清楚了，我只知道我身上一堆垃圾。没关系，再挖一下。我稍微清理一下垃圾。哦，差点丢掉，身上超多羊毛的，好多铁矿啊，不错。好多啊！我现在这边，因为我刚刚都在那边打怪去了，所以，总从我旁边擦肩而过。我本来还想问你们说，你们有没有其他比较有趣的游戏、欸？比较有趣的游戏，怎样算比较有趣的游戏？就是每个月跟我刚才讲的条件一样啊，就是两小时完结。然后可以一届一届办，就是这种感觉。那个如果有的话，我们也很想知道啊。我以为你们都是麦块达人，你们会知道的。这通常小孩都会被我们玩到很久啊。对啊，我自己玩一个生存地图都玩超久。不，重点是不是生存的啦，不是生存类型的。或是也可以 RPG 类型，可是那个如果一个月只玩一次，你就会忘了剧情。对啊，所以不行。那个时间其实超难约的。除非是这种超级固定这样子，而且只是请来宾而已的话，你盖我猜是可以啦，是可以考虑，因为也有观众说他喜欢。观众很爱的，而且因为那个。不是生存，不是比生存的，对啊，比的是你的建筑、你的创意、你的想象力。我、去，其实就算是乱盖，观众也很爱啊。好笑就行了，这是艺术。我盖的都是艺术。你哪来的自信讲出这种话？要用专业的眼光看才会觉得好。这是骷髅级的艺术。对，这是抽象，毕卡索。哦，就都已经说是麦块 Tuesday 了，还是不是先麦块？这个问题有点，是不是先麦块？这句话太好笑了。我打到一把耐久度还蛮好。可是你刚刚说其他的游戏，他们误会了。应该说是其他游玩的类型啊。对啊。啊，我忘记要先做火把。我在这个地方再挖一挖，应该就有足够的铁去做了。哦，这里的苦力派也太多了吧？看是不是，这里藏，这里有铁。我现在这边有快要两组的铁。我在峡谷下面。哦，你已经到峡谷了。我也要挖到一组了。我其实已经够了，只是我怕到时候没有足够的铁去做基本生活用，那也是。蛮悲催的。